阿郎先生，身体怎么了吗？哎呀，医生，我好焦虑哦，我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。喂，那你请米匠去处理吧。哎呦，医生，我甚至不能好好吃东西哎。喂，好吧，没问题，那我再跟客户沟通一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工作实在太忙了。阿郎先生，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了，这是我的药方，别带手机的话疗效会更好哦。在沙滩上躺30分钟。哎呀，既然都来了就躺吧。回去之后要好好处理一下那些开发案才行哦。还有，哎呦天哪，我到底躺了多久啊？哇哦，好美的夕阳哦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眼前的美景让我的压力全部不见了。